在上一期视频呢，有一个人是这么说的，啥时候做一期碳烤香精 VS 真碳烤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测试一下这一个碳烤味香精烤出来有没有碳烤味。为了方便做个对比呢，我们就是一边是碳烤的，一边是电烤的。电烤的话就加上这一个碳烤味香精，它们两个出来的味道会不会是一样的呢？建议用量是0.2%到1%，使用前摇一摇。就这一瓶300克的73块钱，不便宜啊，真的。这个东西呢是不能直接撒在这个食物上面的，所以我们要调一个酱汁，把这个东西添加进去，然后刷酱就可以了。酱汁的话就特别的简单哈，整点5000万，加点花生油，使用前摇一摇哈，咱们给它稍微的挤几滴就可以了啊，就这点就行啊，千万不要加多了。我是闻着就是一股碳烤味啊，兄弟们，咱们搅拌均匀。来，咱们再调一个，这个里面还是一样啊，都是5000万。咱们今天的测试对象就是这种猪肉串。为什么今天要用猪肉串而不用羊肉串呢？因为市面上买的那个什么羊肉啊，大部分都是风味羊肉嘛，只要是沾上风味这两个字，那意义就完全变了。还有这个猪肉串很少有风味猪肉串的。说个冷知识啊，腌制过的猪肉它的保质期会大大的缩短。大碗呢是加了香精的，小碗呢是没加。先把这个猪肉串先抹上这个调料啊。来，朋友们，咱们两个同时开烤啊，这个是加了香精的啊，这个是没加的。你看碳烤的烟大不大，这是完全没烟，哪没开啊。好呛啊，这个不得不说碳烤的就是快啊，这现在是又成天庭了呀，兄弟们。碳烤的已经烤好了啊，咱们先给它吃拿走。电烤的我估计也差不多了。左边这个是电烤的，右边这个是碳烤的。如果我不告诉你们，你们猜得出来哪个是加了香精的吗？这个可乐是漱口用的啊。碳烤味香精，高科技。你也买的什么玩意？这不是昨天的什么什么巴脑的吧？嗯，没有，这是猪肉串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就是你这两个，一个是碳烤，一个电烤的是吧？对，一个放了香精，一个没放香精是吧？哎。一个是碳烤的，一个是电烤的，但是那个电烤的会有碳烤的味。对，碳烤的，那电烤的。这么神奇吗？你就说对不对就完事了。那不对啊。不对吗？你鼻子可有点问题啊。飞哥别骗了。这像是碳烤的，真像碳烤。飞哥，你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。啊、你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。中国人不骗中国人。好。真假的？真的是。这个是，这个香精的吗？这个是碳烤的、啊，这个是电烤的。它这个味道很浓，你自己闻嘛。然后那个味道可能会稍微淡一点，你那个香精味就很浓。我尝一口先，尝尝，你先尝尝这个碳，这是碳烤的。正常碳烤，正常碳烤。来，你也尝尝正常碳烤的，然后再尝尝这个电烤的。嗯，就一股碳烤味。来，再尝尝这个啊。好。还有没有碳烤味？好，飞哥整上对比的是吧？嗯。有没有？你觉得有吗？你自己说。没有。但它好香。是好香啊，都说的是香精了、啊、这个我吃出来了，这个味道还不是，可能会有点硬，它这个就是纯软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肉味啊，没有肉味，它就软的跟吃那个什么皮一样。这个更香一点。你这个是按照它这个用量的？是是是，我只加了5-6滴而已，主要是按用量放的。用了碳烤香精的这个味道比这个要香很多，我感觉、我就是通过闻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更香一点，它那香就是咱们平时是吧那种香味，那个确实更好吃一点，这个味道显得会更淡一点，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没有那么香。说实话电烤的就是缺陷就在这里啊，我们用了这一个香精辅料还是不太行，早知道不应该多加一点。但好吃啊，不是加不加的问题，但确实好吃，是可能这个香精它就是那个味儿。这是碳烤味吗？我闻一下，让他闻一下。这跟那一滴香的味道差不多啊。但是有一点啊，这个东西一遇到那种什么明火，或者是电热的那种，那出来的味道很刺鼻。那很正常，毕竟香精嘛。你用前的时候摇了没？摇了，嘴上摇。确实吃的哈，它跟那个有些地方点的那个外卖的差不太多吧？嗯，很香。对，怪不得为啥一口。唇齿留香的，这个东西号称是啥啊？就是外卖店里面的
最佳辅助品。主要是这种串的啊，还有那种风味羊肉串，吃起来一点口感没有，但是它就是好吃。是啊，你还以为它调理了，其实没有，它就是给了一滴这样玩意儿。哎，拿那个一个铁盆把肉全丢进去，来一滴，加饭，哎，差不多。但说实话，这一个碳烤香精呢。作用不大啊，它只不过为了增加这个香味而已。碳烤其实还是有那种人间烟火气的，电烤的话它只是响应号召嘛。今天这个测试也测试出来了，碳烤香精没什么卵用啊，就是没有碳烤味，它就是香。电烤的和碳烤的你能看得出区别，碳烤的上面会黑一点。那黑是因为沾到碳了吗？技术问题，肯定是技术问题，让你烤全黑。好了，爸爸，本期视频咱们拍到这结束了啊，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别点赞一个赞。我是哈哈兄弟，下期见，拜拜。